大家好，我是新哥，我现在来到了天门的月口。在月口提起狗肉，当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每年的六月初六，月口会举行盛大的狗肉节。狗肉节的首创者就是我后面的太平酒家。太平酒家的狗肉做得怎么样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在切狗肉啊，这是卤的狗肉。这个就是卤好的狗肉啊，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啊。大狗肉，狗肉出炉了，这是卤狗肉。这香气直往鼻子里面窜呢。对，卤狗肉，汤喷喷的狗肉啊。出了，慢一点。哇，看着好香啊！到这边来必吃的就是狗肉啊。不是好啊，我是本身是那个年轻，他年轻感冒了。我们月口吃狗肉由来已久，至今已有30余年。我们每年的六月初六都会举行隆重的狗肉节。太平酒家作为狗肉节的首创者，我们的狗肉受到了顾客的喜爱，欢迎大家来月口赏美景、品美食。